我是黄丹平，来自中国哈尔滨。今天我来讲述受当地自然风光的吸引，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，这里良好的投资环境便使我们产生了在摩洛哥生活的念头。志同道合的姐妹们同样偏爱美食，于是我们立足于中国美食，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，便有了现在的安吉中餐厅。餐厅营业五年来，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由于我们的菜品保有中国菜品原有的口味，而得到了广大食客的好评。去过中国的朋友可以和我们在这里回忆他们在中国的点滴趣事，而没有去过中国的朋友因为中国的美食而对中国心生向往，每天都会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。这样多维度的认知使我们对祖国这个词有更深的感受，从点滴中体会到中国的日益强大。我们不负时光，不负韶华，不负相遇，不负青春。身边有友，有爱相随，岁月不负，未来可期。愿你所到之处遍地阳光，愿你梦的远方温暖微笑。安吉中餐厅祝愿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华人朋友平安吉祥。